哦，第一题，Annabella 的婚宴上面没有讲什么话，只有讲两句话。这个我们上一周带读过了。他讲第一句就是，新郎要他哥哥喝酒，然后哥哥不想喝，Annabella 就劝 Sorrento 说：“好了，他不想喝就不要逼他喝了。”第二句是 Hippolyta 的诡计失败了，当场喝毒药，饮毒药过世。然后大家都欢呼，Annabella 就觉得说这景象真可怕。这一景其实蛮长的，其他他都没讲话，所以你们觉得他这一景什么心情？所以我刚刚有跟相关组别讨论一下，他们是觉得说 Annabella 哈，她上一景才刚被神父说服，说还是嫁给 Sorrento 比较好，然后可以挽救自己的心灵，所以她才刚刚改变心意，所以那个婚宴哈，Sorrento 很开心，但想必 Annabella 还是有一点，可以说万喜吗？有觉得虽然这样子做比较好，但是把那个最炽烈的爱情放掉还是有点可惜。所以呢，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不怎么讲话。那他第一句等于是在保护他哥哥，也可以暗示我们说这是他郁郁寡欢不怎么讲话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他哥哥的关系。那他第二句就很有趣了，因为大家当场就看着 Hippolyta 的阴谋发展出来，然后看到 Hippolyta 被误信的人害死了，然后所以，这个很可怕的角色当场死亡，而且被自己害死，感觉好像是罪有应得。然后 Annabella 说：“太可怕了。”这一句我们可以说，有点印证神父跟他的讲法。神父说：“你持续这样子活在罪恶之中，你会就是下场会很不好。”神父讲的是会下地狱了，但是因为舞台剧里面，除非你是演，譬如说像什么浮士德之类的，不然很少会表现地狱的样子。通常，会下地狱的人就是会不得好死的意思，舞台上就不得好死。所以 Annabella 看着 Hippolyta 这个下场，我们可以想象他其实想着自己才刚刚好，等于是避开了类似的下场，有一种幸好那个不是我，我已经改过自新了那种感觉，所以他才觉得哦，好可怕，差一点就是我。所以我想，这一组也是这么想，就是 Annabella 这一景大概就是这个心情吧。一开始有点惋惜，但是到最后觉得庆幸，就是逃过一劫。第二题，这也是在讲 Hippolyta 的诡计。一方面，大家都觉得他罪有应得，死得活该。但他的先生 Richard Detto 当初是为了要抓他的出轨的证据，然后假死化身为医生，却说 Hippolyta 这样子死得太早了，has paid too soon the forfeit of her modesty and life，尊严跟生命失去太早了。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想呢？他不是应该最有动机看他那个 Hippolyta？这个不得好死的吗？最有报复动机的、啊，为什么妻子终于就是得到报复，然后自己还觉得，死的实在是不合适呢？第七组，你们后来有讨论出一个想法来吗？
好，第七组觉得也许他先生这么讲，意思是说 Hippolyta 死得太干脆了，就是喝一杯毒酒，然后骂一骂，然后就挂了，就是让他自己受的苦那么大，自己还假死，还化身回来，就是多么辛辛苦苦想要报复，然后就这样瞬间就没了，像花六个小时煮一道菜，然后三十秒吃完一样，就是心很不甘。有可能，我们这个心态其实可以再往下去继续去分析。毕竟这两个人 ，Richard Detto 跟 Hippolyta， 他们是有很长一段关系嘛，从当初追求到结婚，然后到这个有一段日子是一起度过的。所以，不管现在关系多么糟，但他们是有一段在一起的过去，想必中间也有过快乐的回忆，希望是的。通常吼，这种关系有好变坏，但是又根植于共同的生命经验，这种关系吼很难切得干净。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就是有研究发现，关系很差的夫妻，如果其中一方先死，另一方并没有觉得说得到解脱，或者他终于可以过自己日子，而是会一直把已逝的那一方怀恨在心，放不掉。因为人心它不是数学，它不是你多一个东西减掉就没了。有共同经验的，就永远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往比较正面的方向想的话， Richard Detto 要的不是一个更惨的死法给 Hippolyta， 他希望 Hippolyta 能够改过自新吧，能够真的了解自己错了，然后回到自己原本的婚姻里面。那不管是想要看到 Hippolyta 死得更惨呢，还是要悔过自新呢，这样的死法都算太快了，太早了，都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的可能性，大概是这样吧。那因为就是他是 Hippolyta 的先生，他会这样想。那其他人跟 Hippolyta 没什么关系，当然会觉得说，这个可怕的人这样子死最好，做错事就应该付出代价。我们其实从这边也可以去思考现代的，就是刑罚制度。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你犯罪就应该坐牢，或者就应该死刑啊，法律是这样写的、啊，谁竟然要自己这样做？从这个法律观点来讲，确实这样没错。但是受刑人总是有相关人，不管是家人还是亲人还是爱人还是怎么孩子还是怎么样的，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从一个非常理性的制度设计来看，我们希望只是惩罚，罪犯而已，但是好像也会连不得不去无法避免的会去连累其他相关人。这部分是不是应该也要纳入司法跟刑罚的考虑之中？我们休息一下。
第三题， Giovanni 在高潮时刻匕首上刺着一颗心脏入场，这个要怎么表现？我们来看一下剧本这一段，五至六至十。好。五至一。五至四，五至五，五至六。好，所以是什么场景 ？A banquet， 晚宴。有谁呢？大主教 Florio 就是 Annabella 的父亲 ，Donato 他的好朋友 ，Sorrento，Richard Detto 医生 ，Vasquez attendants 好。所以他们正在吃饭。然后突然 Giovanni 匕首上刺着一颗心脏闯进来， Sorrento 才刚问说 But where's my brother Giovanni？ 结婚了嘛，所以现在那个 Giovanni 也算是他的哥哥了。 Where's my brother Giovanni？ 然后 Giovanni 就闯进来说 Here Sorrento， 然后就是开始在讲说就是刚把妹妹杀了怎么样。所以怎么表现呢？刚刚跟第三组讨论了一下，他们觉得吼，这个时候的舞台是一个方形室内舞台，没有布幕，然后都是火把光，所以他们觉得也许在 Giovanni 进场之前就是一个长方桌，然后大家坐在那边，然后再准备吃东西嘛，在讲事情。然后突然 Giovanni 就是从舞台某一边，假设是左边，闯进来，然后一手拿着猪那个匕首，然后上面插的应该是猪心，然后是有沾过什么假血啦、红墨水什么什么，然后一直在滴血的一颗猪心闯进来。那为了有加强效果，另外一手可能拿的是一把火把，让大家确实看到他，注意到他。啊，进来的时候也许搭配一个哐或者吓人的音乐，很可怕的音乐，然后大家一看到他进来就被吓一跳啊，跌倒的跌倒啊，晕倒的晕倒啊，干嘛？很有那种磅礴效果，那种震惊效果闯进来。我觉得大概也是这个精神啊，当初应该是类似的。但要我是编剧的话，我会把 Giovanni 安排从舞台中间后面的一扇双门闯进来。他刚刚是从妹妹的卧房出来嘛，在妹妹的卧室把人家杀掉，所以他应该是从比较里面的地方往外走。另一方面呢，因为其实这一组原本想说有个聚光灯，但是因为火把时代没有聚光灯，那要让人聚焦在他身上的话，有一个好方法就是把Giovanni本人也安排在一个受瞩目的位置，那就是舞台正中间。所以也许舞台后面原本是有本来就会有设计成有一个好像是建筑物外观的样子，所以会有一楼二楼甚至有可能有三楼，看你是演什么戏。然后因为有人要从里面走到窗台上的啊，或是干嘛，所以中间的门是可以打开的。那我们就可以让 Giovanni 就是从正中间的门，就是桌子后面正中间砰出来，然后把那个匕首上面猪血高那个猪心举得高高的，然后开始骂 Sorrento 怎么样，这样子也是非常有效果，大家绝对不可能忽视他。就是借由这种独特高潮场景去思考，我们可以想一下整个舞台空间如何运用。以及就是当时的观众具体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好，我们来讲第四题。第四题有一堆组别都挑这一题，大家觉得这题目非常简单，不是热门。好，所以到底谁对 Annabella 的爱是最 best 最好，或是看你怎么定义它。我们来看一下人物列表。
Fryer， 我跟他没有什么啊，也可以的。你要讲说跟 Nevada 有关系也是有的，但是他只是单纯希望 Nevada 不要下地狱，其他通通都不管，所以好像也是有点限制的。Cardinal 跟他无关 ，Sorrento 最后他的先生，有组别觉得 Sorrento 对 Nevada 的爱是最好的，因为虽然他不是很有深度的人，但是当他发现 Annabella 是就是代孕结婚的，他并没有，他对 Annabella 当然很生气，但是他报复对象是让他怀孕的哥哥，而不是他本人，所以就有组别觉得说这样子好像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吧，就是生气当然会生气，但是毕竟还是自己的太太。但也有一种想法是说，他只对男的生气，不对女的生气，是因为他觉得女生就像是物品一样，没有决定权，所以对他生气是不合理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不能怪他了，这个是时代限制。所以相较之下，感觉 Sorrento 对 Annabella 的爱其实还算可以。再来 ，Florio Annabella 的父亲，当然是希望对女儿好，但是他因为不知道 Annabella 有乱伦之情，所以觉得 Annabella 不应该终身孤老，应该要嫁出去，所以等于是半推半就的让她嫁给 Sorrento。然后就有组别说，身为父亲，他应该要知道有这种事情啊，他应该知道就是自己家里发生这种就是违反伦理道德的事啊。理论上呢，其实这种事情应该是母亲最先察觉嘛，对，保姆最先察觉，但是这出戏里面保姆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其实没有什么道德观，所以有道德观的应该是母亲先察觉，但是Annabella 的母亲是生她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这个家庭是只有父亲的，那所以有组别就觉得说，既然如此，父亲就应该要身兼母亲的一些职责，父亲应该要知道自己家里发生什么样的事，也许一开始有察觉比较容易杜绝还是什么的，当然这也很难讲啦，因为 Bonaventura 就是神父，他等于是整出戏最早知道的人，他也阻止不了酒吧尼啊，但就是这次总觉得父亲好像没有完全尽责。 Donato 跟 Annabella 没关系， Grimaldi 追求 Annabella，然后就有组别觉得说，他愿意为了 Annabella 杀人 ，OK， 这个体现他的热情，但是他杀错人是个笨蛋，不能考虑。Giovanni 他哥哥，有组别觉得说，他对 Annabella 的爱情是最纯粹、最超然、最什么完整的，但是。后来 Annabella 决定放弃，决定要嫁出去的时候，她的爱情就完全变质了嘛。之前爱得多深，现在就恨得多深，然后就把 Annabella 心脏挖出来了。所以到了剧尾，她的爱情很难说是对 Annabella 最好的。毕竟她把 Annabella 杀了，你说她对 Annabella 最好也怪怪的。然后也有组别提出Giovanni 一头就是钻进这个恋爱里面，然后没有考虑结婚之后会不会过得幸福的问题。因为世界上尤其那个时候的欧洲，没有任何地方会承认就是兄妹之情，这个乱伦之情，所以真的结了婚，然后接下来的婚姻生活要怎么过才会幸福呢？好像无解。这好像也不是对 Annabella 很好的一个爱情表现。Brigetto 一，他是个白痴，然后二，他虽然一开始追求 Annabella， 但是后来很快就转向追求 Philotas， 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忠诚的爱意之类的。Richardetto 跟 Annabella 没关系 ，Vasquez 没关系 ，Poggio 没关系。我看女性呢？Hippolyta 没关系 ，Philotas 没关系 ，Putana 他的保姆跟他关系非常密切，也是在所谓女方家庭最早知道有乱伦情况的人，
然后从头一直在支持着这一段不伦恋。那有组别说，其实这样的爱情表现才是最真诚的，就是不管 Annabelle 要什么，就是希望他好就对了。可这不何尝也是一种放纵呢？你深爱着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天天想要吃白糖，你就天天给他灌白糖吗？就是他虽然他的职责是保姆，对不对？英文叫 tutoress， 他应该要 tutor 他的那个受照顾的对象，可是好像没有到做到这一点嘛。他好像只顾到人家开心就好，其他都没有在管。这样真的是对 Annabelle 最好的爱情吗？所以结论呢，有两三个还可以考虑的人，譬如说 Sorrento 好像最后面好像是缺点最少优点最多的人，但是好像没有一个真正完美的，就是真的希望 Annabelle 从头到尾非常好非常幸福的人。这也是这出戏的设计之一，把女主角刻画成一个非常高尚纯真的角色。是的，一开始她同意了乱伦之情，但是她不是她主动嘛，是她哥哥说服她。虽然一开始觉得哎，这个人感觉蛮帅的，知道是哥哥之后不敢多想，等于是就是放在心里而已，是她哥哥说服她。然后之后就受各式各样的男性摆布，然后最后就被自己亲爱的哥哥杀掉了。其实真正的悲剧应该是发生在自己在 Annabelle 身上才是。这个由这个跟西方的悲剧传统有点不一样。通常悲剧传统里面，女性不会过得太好了，但是也不会成为最悲剧的角色。但在这出戏里面，她却是遭受最大的痛苦、最无辜，然后死得最惨的人。好，第五题，能不能解释每一个人卷进什么样的阴谋里？居然没有人选这一题，所以呢，由我来做。Bonaventura 神父就是被卷入乱伦之恋这一段剧情里面。那乱伦恋情就跟 Sorrento 也有关系嘛，因为最后就是 Annabelle 嫁给他，然后也是神父把。就是举行这个婚，组织这个婚礼，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可以讲 Sorrento。Sorrento 一方面就是他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娶了一个已婚的女生作为妻子，而且还是乱伦产生出来的那个身孕。那另一方面，他前阵子跟 Hippolyta 有过一腿啊 ，Hippolyta 一直放不下来啊，所以他的仆人。Sorrento 的仆人 Vasquez， 得知 Hippolyta 有这样的心意呢，就刻意假装要帮着 Hippolyta 杀掉 Sorrento。然后最后我们刚刚看到婚礼的场面上面呢，让 Hippolyta 揭穿真心，然后让他就是等于是陷害他，让他喝下自己的毒药。好 ，Florio。好像没有，他还蛮真诚的，没有卷入什么奇怪的，就是诡计里面。Donato 是 Brigetto 的父亲，他当然对不起 ，Donato 的伯父，他当然希望他的那个外甥能够娶一个好妻子，所以他有一景是他代替 Brigetto 写情书，就是来追求 Annabelle。这也算是一种诡计吧，因为情书不是那个男方亲自写的。只可惜啊 ，Brigetto 这个白痴实在是不知道该什么时候退身，他就带着 Poggio 出现在递交情书的场面上面，然后展现自己有多白痴，然后所以这段追求就结束了。后来 Donato 就变成就是一般的就是人，没有其他诡计。Grimaldi 也是为了追求 Annabelle， 然后想要把其他的追求者干掉。然后听说第一号追求者是 Sorrento， 他就预计要把 Sorrento 干掉。Richardetto 就帮着他，因为 Sorrento 是他太太外遇的对象，
所以 Richardetto 给 Grimaldi 提供毒药，说你的短刀上面沾这个毒药，你跟 Stranzo 决斗，即便刺不死他，也可以把他毒死。然后 Grimaldi 也同意了，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看错人了，杀的居然不是 Stranzo， 是 Brigetto。然后最后就是，要逃亡，逃亡就逃到大主教的怀抱中，然后大主教庇护他，把他送到罗马，叫其他人说你不要再管了。这也算是一种阴谋吧。Giovanni， 这就应该不用讲了吧？爱上自己妹妹，然后因为妹妹怀孕，所以那个纸包不住火。然后最后就是为了报复妹妹变心，把妹妹心脏挖出来，然后展示给大家看，然后自杀。Brigetto 刚刚讲过，就是人家帮他伪造情书，然后他又被误杀。Richardetto 妻子抛了他外遇，他自己装死，然后化身为医生回来看太太到底什么关系，然后帮助 Grimaldi 杀 Sorrento， 结果误杀成 Brigetto。 Vasquez Sorrento 的仆人非常忠心，虽然一度看起来好像要叛变，但其实只是双面间谍陷害 Hippolyta。 Poggio Brigetto 的仆人基本上就是一直在嘲笑 Brigetto 啦，他没有其他功能。Brigetto 说什么白痴话他都就是阳奉阴违在下面嘲笑着。Yeah， 然后我们可以看女性角色有没有漏掉的啊。Philotis Annabella 讲过， Hippolyta 讲过， Philotis 她是 Richardetto 的外甥女，所以她知道 Richardetto 的真实身份，然后真实来历，然后因为她很年轻，所以还没办法想象世界是如此险恶，她单纯只是跟她伯父住在一起。那他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Brigetto 被 Annabella 拒绝之后呢，爱上 Philotis， 然后因为 Brigetto 他伯父 Donato 很有钱，所以 Philotis 也愿意嫁给 Brigetto。 算是门当户对了，虽然 Philotis 不是白痴，但是也算是一个平民。然后 Putana 就是一开始协助助长乱伦之情，但是最后怀孕的时候自己也慌了，觉得赶快把 Annabella 嫁给 Sorrento 比较好。差不多这样吧，我有没有漏掉什么？OK， 所以这五题讨论到这边，然后这出戏我们也等于是结束了。有要提问吗？好，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我先那个打一个小广告，就是呢，我们系要派学生去参加文藻杯的那个英式朗读团朗比赛，今年是由我指导，所以如果有兴趣加入的话，欢迎3月29、3月30号两天中午到 P408来选拔。我其实相当期待这次比赛，因为我已经连续两年指导，然后两年都因为疫情关系取消了，所以欢迎大家来试试看。OK， 下一个单元是失乐园 Milton， 我先发讲义。
好，这个是我们接下来3周的进度。这个是 John Milton 在17世纪写的史诗《Paradise Lost》失乐园。一般的史诗讲的是一个国家的创建的神话，譬如说，古希腊史诗。《Iliad》跟《Odyssey》讲的是，一个是特洛伊战争，然后特洛伊这个城镇的兴亡；另外一个是讲 Odysseus 漂流地中海的故事，都算是希腊文明的基础文献吗？基础神话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是口耳相传的诗歌，最后有荷马或是。归功给荷马，把这些口传故事以诗体写下来，韵文。但之后也有人去写史诗，通常都是，不是结合所有的文化，而是从西方其他文化的脉络之中刻意分一支出来，然后说这个是我国家文化的诞生。譬如说，古罗马的创建文化，故事神话叫做《Aeneid》，这个是由一个人，据说是讲一个英雄叫 Aeneas，他从特洛伊逃亡出来，最后漂流到罗马这个地方，然后在那边建城，因此才有罗马这个地方。或是比《Paradise Lost》再晚个几个世纪，意大利有一个。诗人写一首史诗叫《Orlando Furioso》，在讲奥兰多王子这个的各种遭遇，然后最后如何跟意大利的这个现代文化结合起来，作为一种神话故事。史诗是一种文类，现在还有人在写。前阵子有人写一个科幻史诗。想说什么未来人类文化如果到了其他星球什么什么，然后他是用史诗体来写的，所以这个虽然不常见，但还是有人在使用。但其实西方文学里面篇幅最长的史诗作品是冰岛的，因为冰岛基本上他们国家不大，然后大家就是血脉非常相近，所以他们的文化密度非常高，是那个连续性。也非常的强，他们一开始也是口耳相传的文化以韵文来表现，最后有人就是集结起来写下来，发现就是很长，把所有故事结合起来非常的长，也算是一种史诗。那 Milton 米尔顿在17世纪英国写的史诗，跟这些其他人写的不大一样，其他人都写自己文化，Milton 写的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人类的创始，亚当夏娃的故事。所以呢，为什么他会写这样的故事？我们其实就可以从头讲 Milton 这一号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他在文学史上的风格非常鲜明。Milton 他是上流阶级的孩子，从小热爱文学，然后他立志要成为英国文学大文豪，这是他的立志。一般人可能想要当什么什么太空人啊、消防员啊什么，他要当大文豪。所以他一开始17、1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写得出脍炙人口，然后永留青史的一些比较短的诗作。现在英国文学课本还是会收留，所以这个不是不成熟的作品，这已经算是有底子了。所以他的发展只会越来越。辉煌，可惜啊，17世纪是英国史上的内战，1642到1660年，不选边站也得选边站。米尔顿站在国会那一方，而不是国王的那一方。他支持民主，共和体制不能说民主，共和体制，而不是皇权体制。那后来我们知道，英国成功复辟了，
共和体制瓦解了，所以米尔顿在政治跟历史上不得志，他只好也不能说隐姓埋名，他就是隐退了，然后专心在他的文学上面。失乐园是1658年开始写，1658其实就是英国内战，克伦威尔挂了之后他儿子继位，但是他儿子大家都看得出来很无能，这个共和体马上就会瓦解，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先退下来，然后不管政治了，他就专心写他的诗，写了很久，写了20几年，他最后写出了12卷，堪称好像14还15万行，他已经写到自己瞎了还在写，他靠一个就是秘书，由他自己来读，来朗读，然后他秘书抄下来，然后校稿呢就是他秘书来朗读，然后他自己来讲说这边对这边错。但在米尔顿在那个内战期间，共和体制正兴起的之前，他已经在对政治有一点点影响了。他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很不顺利，一开始就是喜欢上人家，人家喜欢他，但是一结完婚之后发现好像不是很搭，没办法共处，所以他太太也搬回去跟那个自己母亲住了，等于是分居。可是那个时候不能离婚啊，离婚只有外遇才能离婚，他太太又没有外遇，他自己非常耿直，然后想要成名也不会去外遇啊。但是他这个时候呢就想说这不合理，为什么只有外遇才能离婚，我们这个文化是你结了婚才开始跟人家住，但万一真的就是合不来怎么办，这个时候应该也要能够离婚才对啊。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来申论说他这个情况应该也要允许离婚，17世纪耶。那当然他就被大家骂了一番，但是其实最后他成功了，国王允许他离婚，然后后来他改娶之后就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可见离婚有时候是对的。根据米尔顿的人生来看，好，那既然他名声已经对很多人都已经臭掉了，他想说那一不做二不休，我也继续来申论我的奇怪主张。所以呢，他下一篇申论文章他写的是出版自由的必要性。这个时候的英国出版业是完全受皇家控制的，你要由政府许可你才能出版，这个是为了杜绝一些叛乱政治文宣啊，或是一些奇怪分歧宗教的文宣什么。但是米尔顿觉得说出版自由对一个国家的兴亡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今天讲各种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的论点，全部都是根据米尔顿当时提出的观点。这个主张呢，他就没那么成功了。所以他是一个在文学史上是这样一号人物，最后来写亚当夏娃的故事。这个时候，一般人觉得他已经跟什么什么宗教传统已经开始有一点距离了，他居然写出如此传统、如此宗教意味的作品，应该没那么简单吧？没错，没那么简单。表面上是这样的故事，没错。但是从文体结构来看，尤其《失乐园》的前2/3的主角，不是人类，不是上帝，是撒旦，是恶魔当主角。那当然这故事取自圣经，所以最后恶魔是失败的，但是一开始读者居然是跟着恶魔的步伐走，是听着恶魔的各种声张，恶魔各种理由，而且米尔顿赋予撒旦非常好的口才，讲的话头头是道，非常有说服力，这个也是当时蛮多人有意见的地方。但毕竟故事结尾还是就是信奉宗教的人获胜，所以抗议声音也没有说那么大。他第一版出现呢，文章诗分10卷，但是就开始有人抗议了，觉得说
这个每一卷太长了啦，那个读者买不起啦，卖不好啦，而且你用的又是古文体，大家现在都是去看戏剧去了，没人在读这个啦。你能不能他的那个印刷厂老板跟他讲说，能不能帮读者一把，帮他们比较好懂你在讲的这故事是什么？瑞登说好吧，所以他的二版才是我们平常会读的版本。二版除了把十卷分重新组装，重新组织变成十二卷之外呢，另外在每一卷开头有一个摘要。我把摘要放在这个 PDF 里面，就没有印给你们了。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说每一卷在讲什么，你们可以去读读看它的摘要，很短，每一个摘要都不到一页长。只是说他也是用他当时的英文去写的，他也是前现代英文写的摘要，所以会比较清楚。那可能还是要稍微就是查一下字典，想一下。不管怎么说，他的摘要绝对比他的本文好读。史诗体，西方文学最崇高的文体，米尔顿就觉得需要用很崇高的语言去写。在他那个时代，崇高的语言就是拉丁文。所以呢，读诗的人除了有些单字不熟悉之外，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它的句型。拉丁文的句型因为它的文法关系千变万化，但是通常被最被崇尚的句型是主词、动词、剩下的东西，然后对不起，主词、受词、剩下的东西，然后动词放最后面。仔细想想，主词然后是动是受词，所以一开始很常常会有一连串的名词，你要自己能够去分辨说主词在哪边结束，受词在哪边开始，然后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通常要读到句子最后面动词出现了你才看得出来。有蛮多句子长这个样子，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例子。可以，就第一句。我没有要你们把十二卷全部都读完后，你可以看一下讲义上面有画箭头的地方，就是从那边开始，然后一直读，一直读到譬如说1834那个91行开始，一直读到1836179行结束。然后接下来也是用类似的方式来标出选文的范围。我们真正会花时间读的是第九卷，因为第九卷就是终于开始聚焦在亚当夏娃的身上了。我就不太让你们太长时间暴露在恶魔的影响之下，以免你们下地狱。好，所以譬如说91行这边从冒号后面开始，这一卷诗的人开头是恶魔才，就是撒旦为什么要诱惑亚当夏娃呢，就是因为他一开始他原本是 天使之首，最明亮最有力量的天使，然后就开始自大起来，觉得说凭什么上帝是我的君主， 我也可以来统治天堂啊，然后就带就是洗脑了一批所谓的堕落的天使，然后反叛上帝的统治，然后就发生了天堂大战。我不在讲电动，这是真的，里面真的有。然后当然打输了嘛，想必一定打输啊，上帝也万全知全能的。所以呢，上帝就把这些堕落天使全部打到地狱去的。然后可以想象，从天堂一路坠到地狱是多么遥远的那个坠落的那个距离。所以他们终于被打入地狱的时候，大家都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不会死，天使是。永生的不会死。那所以躺着躺着，然后撒旦是第一个醒来，然后开始把他的就是将领啊，然后下面的士兵也渐渐叫起来，然后开始讲说，没关系，我们真的打不着，我们从后门然后陷害上帝的什么什么，然后开始出现一些诡计。所以这个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他在九十一行开始在说明，你看我们发生的这件事情。Into what pit thou seest
From what height fallen, so much the stronger proved he with his thunder. 好，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几个蛮熟悉的单字嘛 ，thou 你 ，seest 就是第三人称单数 see。然后 thunder 这个字打一个小圈号，右边就有注释 thunderbolt， 这个是上帝的那个杀手锏，用雷劈。所以他这一句，你看 thou seest。我们从什么样的高度堕落下来，进到这一个pit 算是一个低洼处，他这边讲的是地狱，到如此就是低洼的一个地方，这样的高度等同于上帝比我们用他的那个雷劈比我们更强大的程度。还是做一个比较，就是上帝跟我们之间力量的悬殊，就等于天堂跟地狱距离的悬殊一样。So much the stronger， 如此那个力量的差距 ，proved 证明了，因为打输了嘛，等于是证明有这个差距。He with his thunder，He 是上帝，以及他的那个他的雷。And till then, who knew the force of those dire arms? Dire 是这边可以说 dangerous 危险的 ，arms 是武器。如果你们熟悉美国的枪管辩论的话 ，the right to bear arms 持枪权，拥枪权。那这当然这边不是枪嘛，这边就是一般武器。所以直到那一刻，又有谁知道？那一些危险武器的力量呢，就是打输之前都不知道上帝的武器这么厉害。 Yet not for those nor what the potent victor in his rage can else inflict do I repent or change。 但是这个也是倒装嘛，不会，应该主持在这边了，我吗 ？I， 我不会 force， 因为那些是指那个雷的武器，也不会为了强大的胜利者，在他的怒气之中能够铸造的那个伤害，那些伤害。我把 inflict 拆成两半 ，inflict 其实就是造成伤害，但是在文法上面那个伤害的名词是出现在 what 这边，不会因为这两件事情，我不会因为这两件事情反悔或是改变，所以你就看到句型是动词塞到最后面去，然后前面你自己要稍微梳理一下，读这种文体的关键就是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你要有一个大概这个想那个画面，然后你要用那样的方向去带你去解读他的文法。先挑出动词是什么，然后再看有哪一些名词感觉可能比较重要，你再判断说哪一些是主词，哪一些是受词，然后哪一些是放在介系词片语里面的。所以继续看，我不会因为这些而悔过或改变。Though changed in outward luster， 啊，不会悔过，也不会改变。然后中间两个逗点有插入一个补充语，所以应该接在后面。不会改变我已定的那个心智 ，my fixed mind。And high disdain， 以及高尚的鄙视，他就是鄙视上帝。不会因为打输而改变我的心意。然后中间插入这个补充是 ，though changed in outward luster， 虽然在外观的明亮上面有改变。他在天堂的时候是首号天使，最明亮。打入地狱之后呢，想必那个光辉也不见了。所以他外观改变了，但是内心没有变。
from sense of injured merit， 出自merit 是应得的，这边是好的，就是我多厉害我就应该有什么什么，然后 injured 受伤的，其实我们可以解释为他的自尊心受伤，这种感觉，出自这样的感觉， that with the mightiest raised me to contend， 就是因为这种就是自傲的感觉把我扬起 raised me， 跟着最厉害的对象去较劲，较劲。The mightiest 这边就是暗指上帝以及忠贞的天使们。And to the fierce contention brought along innumerable force of spirits armed that durst dislike his reign and me preferring. 据点在这里，在105行，快到了。所以出自这样的心情，让我愿意跟这些厉害角色搏斗，而且也让我带着一起来凶猛的较劲呢？带什么呢？无数的带武器的 spirits 灵魂，这边讲的是天使的力量 force。而这些天使通通都胆敢不看好上帝的统治， dislike his reign， 不愿屈服于他的统治。 durst 这个我们之前其实有看过，不知道记不记得，这个是 dare， 胆敢。 and me preferring， 而这些天使宁可我来统治。His utmost power with adverse power opposed in dubious battle on the plains of heaven and shook his throne. 他们反对上帝，宁可由我统治，所以上帝极高的力量，这些天使，我跟这些天使带着反对的力量来对抗。对抗在 dubious battle， battle 就是战争嘛， dubious 右边有给你说明，意思是结果是不确定的。 On the plains of heaven， 我们在天堂 的平原上打斗。 And shook his throne， 打斗的激烈程度甚至把上帝的王位也震动了。所以虽然上帝没有驳倒，但是至少有让他稍微担心一下。所以这一句就是等于是帮读者摘要说刚刚发生什么事。下一句 What though the field be lost， 从这边开始算是名句哦。战场失败了又怎样？ What though the field be lost， 这个是假设语气，你看到 B 是原型就知道了。英文假设语气，我们现在学的假设语气都是条件假设， if 怎么样怎么样， then 怎么样怎么样，那是条件。原本的假设语气没有条件也可以。假设语气的意思是说你不确定是真的发生了吗，还是只是想象的，不确定。所以 what though the field be lost， 假如真的失败了又怎样呢？他这边要用假设是因为他要讲的就是他还有 B 计划，所以还不能说失败。下一句就跟你讲嘛， All is not lost， 并没有失去一切。为什么呢？ The unconquerable will， 无法被征服的意志力， And study of revenge， study 右边跟你注释 intense consideration， 努力去思索如何报复。Immortal hate， 永生不死的仇恨。Encourage， 这是下一页的。Encourage never to submit or yield， 永远不曾让退让成败，叫什么？让输，中文突然不行了。永远不服输的勇气，这四个名词冒号。And what is else not to be overcome？ 有了这些。
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我听起来好像觉得很励志哦，差点忘记是撒旦在讲话。他现在就是要让他的支持者继续努力对抗上帝嘛，所以讲话一定要讲得好听一点。所以109行，他有一个注释八，我们可以往下看注释八写什么。啊，有些句子编辑觉得有点难，直接帮你翻译了。所以，这一行是 "What is else not to be overcome"， 他下面直接帮你翻译。What else does it mean not to be overcome? 总觉得他翻译好像比较不清楚，真的是前现代英文太好了。That glory never shall his wrath or might extort from me. 所以这个就是那种拉丁句型，那样的光荣。这个是受词，主词在这里。His wrath or might， 他的怒气，他的力量。然后动词要倒着看 ，shall never extort， 绝对不会从我身上剥走。剥走什么呢 ？That glory from me， 绝对不会从我身上剥走那样的光荣。就是在上面讲的什么勇气啦、意志力啊、什么什么这些。所以这一句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啊。Glory 是一个名词 ，wrath or might 是一个名词，动词是 extort from me。所以这两个名词 ，glory 跟 wrath and might， 到底哪一个是主词，哪一个是受词，你要稍微判断一下。我们今天到这边好了，所以下一次请读到，看一下哦。下一次请读到第五卷的选文结束，在哪里呢？我们来翻一下。请读到1927页，页数看起来很可怕，但其实每一页选的不多。那一样的，就是如果好像卡住的话，你可以上 Moodle 去看每一卷的摘要，你也可以看我下一周写的讨论题目作为阅读的导引。OK， 就这样。